人最后所得的是为你名义就定定足下，咱照你的关心，咱三甲来感谢天父上帝，三甲来祈祷。最后说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办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替阮死伫这段。阮谦卑求你坐圣神的圣灵，阮的圣洁者会办伫你面前所受受的饼甲饼食，无管通通过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贝，甲你成做一体。对伫你分店的帮衬，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为成做成长伫你的分店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我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，奉主耶稣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耶稣的身躯完整，为着世人的身躯，为着世人的罪，伊受定，伊是一个。啊，这个是咱请小凡三甲。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有拍破的，伊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欢迎你若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，咱三甲来领受耶稣基督为着咱准备上帝国的宴席。你若已经伫教会内面受洗的，邀请你三甲来。享受。
说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当初之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照着耶稣2000年前所留下的榜样，表明我们在基督里这是完整的一个身体。他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，我们一起来领受。吃了后，耶稣传杯，安尼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在我的血设立的。你若饮的时，你就听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所设立的。我们理当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他门恩救赎的大爱。三十二来。
你耶稣基督的名，邀请你跟我一起，我们享受主的大爱。这一杯表示，在耶稣的宝血里面，他洗净了你所有的罪。他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也应该在他的生命里面。葡萄枝若不连结葡萄树，它就不能做什么。但是他的敌人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在你极大的疼痛，让我有份领受这个圣餐，真侪我甲基督耶稣连结做一体，然后耶稣基督甲主主上帝连结成为一体。然后我就真侪一个伫上帝国内面的囝子，我们有一个应许，就是上帝的儿女有一天要承受上帝的国度。谢谢你，也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一生的脚步，一步一步直到你面前。完了，祈祷我们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个是咱们来欢迎陈林婷，我们来请所有这一些18岁的，我们请这一些青年到。